枪械应该怎么搭配呢？吃鸡能带两把主武器，所以合理搭配很重要。今天来聊聊最好用的三种枪械搭配，大神都在偷偷用。一，步枪加狙击枪，这是吃鸡最经典的枪械组合。第一把主武器用步枪，秒伤高，伤害衰减小，但容量多，主要用来近距离、中近距离作战。而狙击枪搭配高倍镜，用来打中距离、远距离的战斗。萌新的狙击枪就选连狙，高手就选栓狙，非常厉害。二，冲锋枪加步枪，这个搭配是突击手的标配。冲锋枪主要是用来打近距离的贴脸战，因为冲锋枪打四支有伤害加成，比步枪伤害更高，所以用冲锋枪打近战胜率极高。中远距离就用步枪来应对，而且这个组合步枪也是可以用来打近战的。总体来说就是中近战很强，远战稍弱。三，双步枪，双步枪也是很多大神的最爱，毕竟步枪是吃鸡最全能的武器，可能近战不是最强的，远战也不是最强的，但中距离绝对是吃鸡最厉害的，而且近战和远战也不虚，容错率很高，也是非常好上分的一个搭配。